盲人。这个风格就一直没探到是哪里有眼。没错。对啊，我这买这不睁眼，风格这有眼啊，我没告诉你们呀，这有眼。小刘，过来过来，跟着我来。没告诉我们，没告诉我们。过来过来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我走不动路了，看见没？等一下啊，在哪？我看一下，在河对面。在家里，我要在家里呢。对面对面。下一件。这里就没了。了多少钱？富哥骗多少钱？富哥多少钱？富哥。不是这个眼有问题啊，这个眼没。那 我这里你看你看。那就在左边呗。打起来了，峰哥，打起来了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哎、打起来了，骗眼呗。那就那两个，这不？哎，还有个老陆。老陆应该走不了啊。好、哦。这峰哥，我差了三个字眼，眼呢？你告诉我，眼呢？我他妈的站这里没视野，这个骗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眼有点骗人，你知道吧？你再看，我再过来站。你看我又走不动了，我又走不动了，就在这中间。哪没有啊？哎，看看峰哥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哎哎哎，哎哎哎哎有，我跟你说了有呀，我骗你们干嘛？没有啊，你看，在这呀。你走什么呀，峰哥？那你找找，我走不动，你看我走不走得动？你看。那眼在哪了吗？我你看我走不走得动吧？那 在这里吗？我不信啊，我猜看看，没有吗？阿富哥，河对岸这个位置，这个，这里吗？我走过去看一下，盲点啊，盲点就在这，就在这，盲点就在这个盲点啊，我就站在这里了。哎，哪里？啊，富哥，不要反了，富哥，不要反了，不要反了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哎，到了，他到了，他到了，他那个眼到了。哎，这比跑的也太快了吧！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哦！妈的，一帮瞎子，我操！夜眼中塔已被摧毁。瞎呀！等一下，哎，那个眼就是一个正常的高台眼啊，就是一个常规眼，但是我们被自己的假眼给骗了，假眼里面还有一个假眼。哎呀，这个假眼看不到，这个假眼看不到，我们被这个假眼骗了。啊，假眼旁边还有一个眼，看不到这个眼，眼中眼这个叫。我们这个假眼差的有问题。你往右边走是没问题。我们这个假眼是也能看火锅这边，又能看河南。眼中眼啊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刚好看不到这一片。他妈的，刚好，这个眼也太常规了，我操，这也反不到，不应该啊。